你想走哪？Hello，哎，你想走哪？说那个，左右边的，右边。左边的话是直接攻到他们基地，左右边的话是守那个圈圈那个，看你要走，好吧，我们走右边好了。马克杯，你的炮升了，啊，对啊，顶炮，一二二，所以你全部都升了。没有，就是炮和炮塔，就这样。我接下来要升上去是升那个我的头头，所以你是用 KV one 的炮，对，哦，一二二炮。我也是，我也是用一二二，然后用到经验够三。狙击。哦，不是吧？干！笑。中还那么多、哦。这中弹太多了，这我们应该走上面，不该走这的。可恶，没打到！哇，我会被自走炮打死！哎，你死了，就被断履带，然后就死了。哈哈，没事。出来吧。你有125吗？几阶车？七。七阶。对。我现在最高六阶。我七阶是金币车啊。那就，我现在只有五阶车。那就五阶车，还是你要一阶车？哦，不用了，我一阶车我已经，其实也可以啊，我成员都还留着。所以你要几节车我这是五节。？KV1，一节哦，好吧，那五节了。KV 我卖掉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的经验。好，可以开始。啊，不对，我不应该花自由经验。怎么？你升什么？升头啊，KV1的头。没有，刚看一下想，对，够了，但是花到一点自由经验。花到多少？从1000多，现在升到500多。应该不能花的。我要走右边了。好，那就走吧。我现在开始存自由经验。等我到后街车，我就是滑板鞋，不能一直这样过。自由经验，我现在有4000吧。几乎都是金币车的。大鸟很贱，大鸟一次存到40000多，然后就一次过了800。没事。什么东西？你之前不是说你存自由经验存到40000多？我有玩一下那烂炮好不好？是我玩一玩就没送的吧？
然后存到40000多，然后一次过100000期。对啊，然后就爽。我当初也是直接用自由经验研发到 KD 玩的。我是经验加自由经验一起研发，然后就到 KD 玩。然后现在到 KD 玩之后，因为我 KD 玩发版期也过很久，我现在到 KD 玩也是我发版期要过很久。然后前面打很烂，一有炮之后就觉得好强。然后现在引擎没升，爬坡爬好慢。刚才被一只地狱猫打到血剩100。地狱猫在哪里？在我前面。大鸟，你在干嘛？他很爱，我爱听军歌，不要吵。啊，在 solo， 听军歌的。我有听吗？他跑掉了。很好听啊。他看到我来了，他，哎，出来，出来，出来。哎，回去了。好听呢。哎，上面这有，这里树倒了。什么？上面那个。树倒了，表示上面有人。上面。对，地狱猫上面。啊，这不那个那个。Penetration。我看到又有一只树。We're done for. Everyone, get out. 哇，酷。Over。干，地狱猫，地狱猫打我啦！笨蛋，我去踩，我先。填蛋填慢，填快。哇哦！啊！操！我写完，我写完，我写完。82从旁边等。哇！打错，打错，打错！把我扛一下，把我扛一下，很重要的。我是中场，我是重产。把我扛一下。是断鱼的，把我扛一下。打不穿。82嘛，他正面装甲蛮厚的，打他头上那一包。这个头很厚，我要死了。先躲到旁边吧。用刚才那台当掩体。哦。先打地狱猫，不要撤。有强弹 ，AT2 白板炮的话，穿身很低啊。没关系，我等他。AT2 有可以打履带，从侧边，这边先打不到。要从那个他的大概50度角的地方射他的履带才会扣血。对，只不过他这角度。没办法，接到他正面，接到正面，正面打的话，顶多断他履带，要不然就是根本就不会断。今天怎么那么少人啊？8.9，这个还不错。啊啦啦啦！怎么摆啊？我再退后。真香啊！不能打爆地狱猫，但他头真的好硬啊！还好没有搞爆弹，不然就损失了。这个清坦太烂，我只能这样子，真的好烂。
啦啦啦啦。对面的 ELC 啊，他的准度真的超级烂。什么？爱情步兵？哪一辆准度真的超级烂？就是我跟马克杯在排的对面那个敌方的 ELC， 他的准度真的烂到一个。对啊，准度本来就不会多好，你不用去奢望。他是轻坦，而且他成员只有两个嘞。不是，我是说操人自己人操控的准度真的很烂。他跟一个中坦离超近的，他的弹夹因为他人只有两个，他那个板下比较低啊。他那个真的打不准，那一辆有玩过，真的就知道移动中，他停下瞄一段时间，而一楼是不能停太久，不然的话会悲剧。我记得我前几天哦，一台 IS 我都冲过去哦，我就刚才瞄，我就从超远的地方直接射过去，然后结果就弹夹爆掉，我就哦，有点爽。好悲啊！我还在超远的地方直接给他射哦，转过去射，赶快跑，然后就嘣，哇哇！阿峰，哇，回神了，可怕的准度哦！我已经多少年没爆过那弹药夹，没事。弹药夹好像只爆过两三次吧，爆别人的。我多少年没爆过别人弹药架，当然我也多少年没有爆过了，因为他们每次打我弹药架都会被我修掉。自从玩了苏联车，我对弹药架爆掉这种事我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。早是把人家烧死是天天在发生的。嗯。然后烧死有时候烧起来的时候，有时候按错按成什么工具包或医疗包。那就悲剧了。对，那个会浪费哦。最近有的时候就是按得太顺啊，太习惯，如果按下去没得修到履带，然后明明弹药夹坏掉，很想去修到履带。我的工具包放在，我工具包放在五啊，因为它按下去五，然后履带是五，刚按两下就修好了。有没有就是这样，然后就会按错，然后就悲剧。这怎么这样？怎么了？怎样？我的填弹键只要四秒而已。什么？阿峰吃瘪了？我只是买个头而已，为什么我填弹会变四秒？一二二炮填弹很慢，不是吗？不是本来就很慢吗？四秒很快哦。谁的填弹变四秒？你的短一二二哦，不会吧？因为我买的头，买的头，对，我刚买的头，然后填弹变成4.98秒，不可能吧？一二二就算是榴弹管也不可能会打这么快啊，太 OP 了。还是我用到另外一个炮管的，你应该用到另外一个炮管。对啊，我只有买头而已。一二和八五两种选择。我只有买头而已。你应该是不小心用到其他炮管。你的炮管是超级短的那种粗炮管吧？你转头看一下我的炮管啊。你看起来不像一二炮哎、欸，你应该换炮了。你好像一二五。你好像不是用一二炮、喔。谁一直打我啊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。哪一直弹弹？哪一直弹弹？我也是啊，刚才都有弹一下。中履带了，有伤害了，帮你挡下啦，帮你挡下啦。超厉害了，没有在正前方，在正前方。正前方。我靠，我也不打厉害了。我被打超多的，我快死了。你要哦，你死了。那么一瞬间，我突然履带一直被断，然后我一直不能后退，然后就死。官方说今天好像维护了那个网路嘛，感觉真的有变好，感觉还不错。哦，我们家钢山被克隆威尔狗了，我要去救他，救得了再说。啊，我知道我用到什么炮了。什么？八五啊？76mm。七六。就是一开始的炮。一开始的那个。怪呀，700D。万 S。哈哈哈。
我干，他花了我1000多哎，因为不知道装子弹什么的，花1000多哎。那打他卖掉。靠！我才刚说完 DDN 第一炮打来，我的弹药一下就挂了，现在很要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算了，不卖了，卖了没有？反正1000多。打中哪里呀、啊？连弹孔都没有，我弹药一下就黄掉。哇，这么近！秋衣，我卡那风现在头还没有完全体啊，不然就卖头了啦。哦，差2000经验呢。2000是很快吗？很快啊，可是当你一场能赚300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什么感觉？哦，我知道，一场能赚85那种感觉我都知道了。那就没办法嘛，那叫什么？17磅炮上直接场根本什么都打不动，就跟我 T28 金蛋的，各位大大安安。啊，就像我 T28，我真的上不起金蛋，真的只能86。我这次账号的营地只剩下60000，你上金蛋一场会赔15000，上不起。我被断力带了，孤单不就要熬很久？反正快。今天我放假。哎、啊，你熬到那个比较好一点的炮要多久、啊？几万？3万的面积，3万左右。你知道我的是一个54000。以前你怎么用手机？哥在玩电脑，怎么又是你哥啊？阿峰，你不给你找一台车卖了吧？好爽啊！他们要被我虐爽爽了。KTY 也是回来了。那是谁的声音啊？听起来有个火的，听起来有个火的。于轩，应该是于轩吧？于轩手机的那个声音，插耳机好不好？很好笑的。那个阿峰，看，原来是因为，就是因为那个装上122炮装上去的话，重量太重。所以他才会自动帮我跳回76。哦，那你要先用履带，你需要升履带，升履带。因为我然后你升了履带，引擎又没升。对面有一个蓝的，击杀队友。哎、oh. 欸，阿峰，嗨嗨。好了，我决定了，我不装头。怕，我现在才发现我们这线队友死光了，我还在很快乐的跟那个 T6 英斯慢慢苟，结果就看到一辆 IS3 从我的左边一跃而下，砰！你开什么？卡纳风白板，哈哈哈！哎，是时候来玩一场175，好几天没玩，我要直接冲到中间。哦。第一场就给我这样一个赚 M 牌的机会，其实我已经赚过一张，就不用了。哎、欸，全场的九阶车只有我和敌人的头车、欸，哎，你知道现在很爽吗 ？Let's go！ 而且我们这边有几个工会是有实力的，对面没有半个有实力的工会，这样应该会赢。嗯，不错，我对这一场还蛮有好感，只是四种炮多了点。老板，我要去哪里？马克，我的头好像跟你一样。你的头？可是我的头有升过耶。哦，对，你的头有升过，前面不一样，我只有看到后面。嗯。因为我看到后面是远的，我觉得是远。你说哪一辆是万 S？ 对啊。对。阿峰没有白万 S， 不是你刚刚不是说你把头升上去了？
但是如果再装一二炮的话，重量会太重哦。还没升女带。我还没升女带啊。加油。营养不够。啊，所以我就把头盔用回来。你会很羡慕我现在的自由经验量，就像我很羡慕我舅舅的自由经验量一样。我舅舅现在没有半辆九阶车，可是自由经验不知道为什么有七万，都不知道他怎么玩的。金币车吧，七万。因为他说他打从这个游戏开始以来，他在大概在玩三阶的时候就被我讲了一句，千万不要用自由经验，他就再也没用过。啊？哎、欸，马哥被人家帮我、啊。他们讲自由经验是那个高阶车要过白板急用的。干，你靠什么？我低阶算是没有自由经验的，除非是超超超低阶我才会用。哇，我这边、啊，我这边，像你到了十阶车那个升一管炮要好几万的那种、哦，那个真的就很想撞墙的。那真的会练到很崩溃的境界。对哦，我刚遇到一个头升的，炮也升的，女带升的一个 KVY， 你好可爱，跟他弄来弄去，我输了。哎、欸，175的那个炮，一开始应该就可以装105了吧，对不对？他也怕500多，也怕87，欸、不怎么赢呢、啊？我被科学中了，为什么我防炮位躲了这么努力，还是被命中了？哎、欸、，YS 的引擎和通讯设备要研发吗？你先升122啊，都有，然后那个再慢慢研，我都可以研发啦，啊、只是我不想研。你要先引擎。引擎，这样它速度就变好快。你没有发现玩那个我们都是用冲的吗？40公里，那个随便可以开450，真的很恐怖。超强的好不好？然后再配那个炮，我靠！我神奇的遮挡灯一直没有再度亮起，难道我边移动边开火力，边只有350公尺，他还看不见我？这个太神啦，连法国的六阶驱逐战车都没有这么好的隐蔽性。对不对？这太神啦。法国六阶驱逐战车有这种隐蔽性，那该有多好。所以说，总结一辆九阶送坦的隐蔽性比一辆六阶驱逐战车还要好，就是这样。卡纳方不是还蛮大台的？我的175啊，175开炮之后边移动边开炮的那个隐蔽性还比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？ILV39 隐蔽状态下开炮还要好。嗯。然后我边移动边开炮。在350公尺外，敌人看不见我，这还是九阶场。然后我 AILV39在七阶场，停在原地有位装网开火，400公尺内就看得见我。okay, 这不是在耍我吗？耍弄我这驱逐战车的隐蔽性。你要看看那个，说不定有什么间谍卫星之类的。他们那个。看见我之后就开始抽打我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我想一下，哦，他们就凌虐我的炮塔，不是你的炮管吗？你那个马克杯，你那个炮塔真好打呢！啊，你那个 AI 的，我直接用 T29 虐他。139那个炮塔根本就是完美弱点啊，比 N3D 还要大的弱点。我发现法国线都会有那种诡异的炮塔可以打，法国线没有一辆炮塔是硬的。他每一辆的炮塔都很软，不，你看到法国这家打炮塔还没事。我连那个什么 NXAC48，哎，我发现后面那个喷火的可以打、欸。后面那个小炮塔的确那是完美弱点，你不知道。我不常遇到他呢。所有的小炮塔几乎都是弱点的、啊。我都是打他那个观测条中间 ，FCN507 目前遇到状况有点糟糕 ，T34 还有猎虎，而且是九阶猎虎，他跑得很快的说呢，
FCM50T 是这辆还蛮强的，因为它是 IF 亚洲第六强的工会那一种。其实正确来说是第五，因为亚洲第六强的工会有一个是 DPS 工会，前六强，所以说它应该是第五。我今天开那个50T 虐别人呢，好像700多吧，跟那个 FBB 有得比哦，他比我们多四五名。什么 FBB？FBB 是我的前工会，怎么了吗？哦，我的最近看，他在我们上面一点，你压不过去。左边有烈虎，右边有风云。哎，有点糗，有点糗，真的还蛮糗。哦，再烂的炮车瞄个十几秒也够了。感觉好可怜，这两辆虎王。我们现在在玩战争雷霆吗？干，我生气了，你这渔船，我居然被渔船凌虐了。我问一下，你们在玩战争雷霆吗？阿B啦！我就成了我们这一堆冲出去唯一牺牲的，只因为我被渔船抽了一发。我想他们炮车那边应该只有一辆，我就很快乐的出去，我被渔船打。因为我看到我们那边两个虎王分别中了一弹，我没想到敌人的炮车竟然有三辆都跑上来上刺刀，然后我就被人家赢了。不科学，不科学。不会，这太超了！我被整倒了，差不多死了。我被整倒了，讲说这一场可以很爽的，结果就这样没聊了。我不知道，好像是那台重坦吧。啊，可是你被整倒，怎么没被整倒？有意思，不知道，反正我被整倒，然后被打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我觉得应该是虚拟。耶、yeah, ！在1000的经验值，我就可以换炮塔了。你确定你要这样？啊！真的不能这样，真的，我会死的。阿峰，你还没熟悉跑的位置，对不对？马上熟悉，不然会得很惨。哎、欸，大鸟，你有要？我快好，快好，我在跟别人聊天，快好。我等一下把碗拿下去收起来，然后就可以玩了。嗯，我正在很努力的练我的八阶车，所以暂时失陪了。其实还蛮想跟你们组。看那风飞机。我要把它炮塔练出来才能跟你们。你知道我刚刚那样吗？怎么了？因为那样比较快。就说那个凹下去，那应该可以就打到了。啊，我也常这样子、啊。应该可以坚持那区。我也常这样子啊。其实很多人、哦、啊，等一下，你们先讲。没有，讲完了。我就说，其实很多人啊，不是有新车的时候就会想说去训练房试试，对不对？哪有什么意思？直接在实战室不是最刺激吗？我都这样。我也是，我训练房只有去过两次。两次你们都看得到，实战中试车这才是最刺激的，有没有？享受着那种既震惊又愉悦的感觉。可是我是在那个训练房第一次用125这样子狗。125啊，就是躲在那种面包车的到市场到那个战场上，然后被虐的那种感觉。面包车旁边。拜拜。我觉得应该可以1万 S 还是白板的、啊。别人都说我的卡拉风看起来感觉好有现代坦克的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可是感觉它的实力一点不 modern。那个是哪一国车啊？英国八阶重坦。英国，我现在还在求吉尔一。啊，我英国重坦好像没有刷过 M 牌。我唯一的 M 牌就是求吉尔的。
哦，对啊，我看你那个，我就想，英国重产好像没抓过 M 牌，怎么这么神奇？你英国重产六阶和七阶会磨得很慢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我英国重产，我每次玩他都是想赶快玩完这一场，赶快玩完这一场。因为那时候我也只有九级，他妈的给他太慢了，我就想赶快玩完这一场，赶快玩完这一场。英国重盘火坑的说，前面有50100，那个50100不能开玩笑啊！麦子六，你有没有发现那前面50100？那个50100真的不能给人家开玩笑啊！好，想到50100，今天50100跟一台100合作做掉两台九阶，我救不了你麦子六，我就17放炮。那现在看了就觉得我没威胁性。那4501有胆出来，看他剩480星星血是有什么血量优势，我就不信我连他都抽不穿。然后应该会抽不穿，可是他有胆出来的话。阿屁啦！我的正面装甲居然被 VK4502A 爽穿了。刚刚那个装甲不是连 IS3 都没办法爽穿吗？为什么我 BG 了？结果大家都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。不要啦，很痛欸。真的换不了血。后面的 STA1， 请问我们可以后退吗？我残血了呢，这不是开玩笑的耶。Daniel。你带组几阶？六。六阶有还有其他人吗？阿峰。好的。我想一下六阶有什么车可以玩。对啊 ，I 完全不惧怕，完全不怕拉火，直接碾了过去啊！我的妈！我的六阶，地狱猫，我地狱猫早就升到七阶，我想要玩那个别的。我、哦、靠，地狱猫七阶很那个 T25 是让麦线知名的坑车，有后坑，我怎么有后坑 ？T25 我没有打算买。啊，那个匪迪南是哪样啦？一出来就用他的炮管打棒球。我是杨林四爷六级。哎、欸，大鸟好像没有看到你耶。你听得懂？因为我还在登录中。哦。六级。哦，糗了，这个真的很糗啊！你知道你很糗就是就好了。那个后面的 STA1 死了。搞了，现在我的菊花开，那就把它捅下去啊！我的菊花开了，妈的，那个 MMX5100 哟，弹夹还有四发就上来，根本被虐，我被虐了会长，看那个风，我被虐。大鸟，你登录了没？登不了。等等 ，yes， 是 Y 开头的 YAB，、啊、
差330的经验、yes. 我就有炮塔了，只要快一场胜利耶、yeah, 真的这一场看起来火欢乐的场，我们究竟是否可以拿下胜利呢？下集待续是吗？哦，我也弄过很适合，好棒棒，进了 IAF 牌，我们赢这个，赢不了去见上帝。NT 二五那一台好吗 ？AT 二五哪一台 ？NT 啦 ，MT 二五那一台不要买了，去别造车呢。他曾经很强过。嗯，为什么？他曾经是 T502 啊，你忘了？啊，对哈、哦。他曾经是 T502， 他是五阶除了那个 Chevy 之外最强的轻坦呢、欸，因为四颗引擎被拔掉两颗，然后又上六阶，的悲剧。啊哈哈哈哈！这是我遇过史上最佳的战斗，13-3。还好。不是啊。你那算什么啊？还有15-0的嘞。对啊，我们都打过不止10场15-0的，但是那种有够爽的，可是被0-15更不爽，哈哈哈哈。被0-15。我绝对不会给他0-15的，因为我一定会有几杀。我好快哦。可是有的时候你真的遇上太烂的队友没办法、啊、那个炮射人家轰两发你断，你在那边给你 一人一炮你就没了。来看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无奈。哎，至少一个击杀吧，对不对？有，然后那些队友都傻逼的，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。抓着一群白目啊！抱歉，忘记那个艾丽丝打不穿我，我要继续抽你了。平常都是我打不穿别人，今天终于有别人打不穿我了。哦，奇迹哦！赶快去拜拜。他帅气啦，那 IS 连续抽了我3发都没穿，有够爽的，连履带都没抽断，哈哈哈哈。看来大鸟真的是个有钱的，他的技术履带加强，连 KB1 也得去伪装。看来这一场我的炮塔很便宜耶。你说永久吗？不是啦，几天的。你看我们每个人的政策都是干干净净，就只有你有涂。他原本的涂装我觉得不干净，重坦伪装没什么用，比较帅、有点用啦。然后还有就是炫耀你是补好了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是钱多米啊，钱多米。其实我觉得比较有用的车。你还有弹药啊？你上去。毕竟有的时候就差那在一二十公尺被发现，可以救你一命了，对不对？哇！吓死人了！靠呀！死了 ！KV two 啊！靠呀！我看到他就知道 KV two， 我就打一炮就撤了，你把他往前冲！靠！你哪里还看到 KV two？我不想跟你包围这一站，然后就赶快出来打一炮，因为他炮管没对准，打一炮，然后退后这样。啊，没中。上炮打野包围会悲剧。我如果不退，我如果不前进的话，我看到。没差那两台都是来废车，你干嘛？不是啊，被打到还是会痛的。嗯，我为什么死的那么快？我们前面这场太悲惨了。没穿，可恶！阿峰，你可以打到 KV two 吗 ？KV two， 用阿峰的炮打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应该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，打他履带就好。哎，这，有前面打到吗？有打到人，没穿呢、啊，没有打到他头太硬。很奇怪的乱，我要等田总。16，不用，我来。哦屁啦！六阶自走炮一炮可以把我残血。
等出去前面可以去玩，打前面。我被打掉履带了。妈的，六阶自走炮那怎么回事？我前一秒还1100滴血，下一秒还500滴，这不科学啊！这真的是六阶炮吗？对啊对啊对啊。God， 等下再咬我。哇！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哎。你履带受伤。六阶自走炮打中一炮，居然可以扣到900滴血。等下中野风那边偏山的，野风那辆我有玩过啊，他那个平均伤害只有400-500啊，没那么高吧？你们那是穿过吧？野风哎、欸啊，除非我真的被他击穿，可以的，哎、欸，除非我真的被他击穿了，然后上平弹打我，可是没这么毒啊吧？我用野风打那个印度豹，1000伤直接让他爆掉了。哎、欸，我是重砍呢、欸，我是重砍呢、欸。那个我不能解释。我打不到，我又不是开什么50一百那么软的东西，真的我打不到。我好歹还扛得了艾子的那种炮的重砍，我两台都打不到，一炮900。我用那个呢，重砍出来，看你哪一台先出头。打破去直接一炮那没。那前面打破去车顶那么软，你在说什么？不是车顶哦，是侧面哦，我刺刀过去还没。靠呗！我被自走炮上刺刀上掉，可恶，没中。妈的，哪有人刺刀这么准的啦？哎、欸，你爆了！哪有人刺刀没有？你一打我的话，我绝对整给你看。谁？等一下，坦克要组装甲台。哎，结果明明这一场应该是打得很快乐的，就这一局。谁？等一下，坦克要组装甲台。哎呀，你吓到了马克。不公平啊，死那么快。安拉会打对不对？被 KV2 一枪打死。被他来 KV2 打侧面，靠出去看到他，哇靠，我死了。我死定了。说真的耶，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马克小心。SU-12 他的极速、看到了。他的极速可以跑到多少公里？我过去。啊 ，SU 什么？SU-12 啊，就是那个苏联的8G炮车，他说他极速可以到30公里。说真的，我很怀疑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那个速度。一边。阿爽，我又被穷光蛋了。阿爽，好重。哎、欸，我以为你死了耶。不行，他在打我，他秒我。我走另外一边。好。我问一下，谁要打装甲炮？我现在在玩别的。你怎么这么快死？我刚被自走炮打到很没受。啊，后面有 KV2 了，后面 KV2 刚才被他打到一炮。卡纳风就是要这个炮塔才好看嘛，对不对？他去扛线了，谁都不能阻止我。靠背九阶场。你用那个炮塔，感觉很丑。我一向都是很丑，因为他还没升履带。我觉得卡纳峰的那个顶炮的炮塔蛮有现代感，你不觉得吗？嗯，英国的车都还蛮有现代感，要后期。风云顶炮，那给他抽搐一下，太感动了。等等，要去玩风尚，先主将的手先几乎解完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还有一辆小强要解，把小强解掉就差不多了。哎、欸，大娘不打了，都死了。小飞象被一炮爆了耶！感觉他加上炮塔之后，负重变多了400公斤，开的好慢。哎、欸，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失败。大娘不打了。我死太快了，我就要先去玩别的。哦，要等你吗？机关战车。装甲牌。啊，不用了，你们先打。哦。你就邀我，然后再去打就好了。OK。耶，我的伤害有破千了。
如果碰上175还没命三，我就全。哎、欸，我伤害比你高耶！废话，你有圣炮哎！废话，我圣炮哎！操，怎么可以那么衰小？会长，怎么这么衰小？不要太菜！我以为你给他衰小遇到一台 KV2， 然后侧面给我一炮。我以为你有发现呢、啊。因为我看到他没有，那个先生已经出去了，我才看已经出去了，他才被点亮呢。然后回去我还是照死，真的没办法，遇到 KV2 那一炮下去，这800给你秒掉，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那还真的有够靠压的。啊，我们 KV2 就是专门一炮把人家收掉的那种。这种 KV2 就是要这么玩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好。有个北蓝好不好？他有时候伤害超少呢，我有狮子被打到扣那个19滴血，还有弹弹过。可是 KV2 的头真的硬到爆。还好啦，枪头不足的话是很硬。我真不知道打到哪里真的。KV2 的那个头，我觉得是怎么打怎么穿。被打穿应该也很难吧？一台杠三回转的时候被打了700多血，好可怜。嗯，对，李小龙，本来还有满血的时候。李小龙他有一台金币八阶，然后还有七阶的驱逐德国的，然后其他的都在五阶以下，就这样。等等，你是谁？你先说。哦，没有，我昨天研究过你的，有没有前天研究过你的个人资料了？因为我觉得你有点烦。那我和我会长的个人资料，你可能就研究不完。如果你研究完会长的个人资料，你会觉得靠背是家伙，我觉得是土豪。你去死吧！我只是支持游戏，好不好？支持。啊，支持土豪玩游戏。你看看那家伙有几根金币，这还在卖八。你不知道用银币车赚钱很慢很烦吗？靠，你重点是你买了金币车，还要卖金币车的。根本欠揍，我没过嘛，不是吧？你接老 K 有卖過？人家老 K 也有卖金币车，卖金币车，老 K 把他的那个 T 单子给卖掉，卖金币车，卖成银币哦。对，这么土，房子被炸。Oh fuck you！ 我都觉得，马克有人过去，有人过去。你那辆不要卖吗？送我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后面有人，我好接啦！我们后面有七三四，好，我转到后面，我转到后面。搞爆了！我们后面有重弹了。哦，我看到我前面有中弹，好可爱啊！好像中弹，什么 ？MMX 风？我靠！我打到履带。哦。对，就履带而已。我打到履带，可恶！神奇的卡纳风换了炮塔的我玩的第一场居然是在后面黑枪。好，你可以走了，你可以冲了。What the fuck？ 这种炮线有时候真的让我好诡异。我这样子会被刺走岛。你先去打那中塔。好棒！好，打中塔，打中塔。吼！那个枪可以穿哦。多么希望我开的是虎王，有时候可以穿。虎王就不用在意北极南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虎王，是那个叫什么一七。我躲在。不用在意北极南的。我躲在他后面。那你要小心去走。好，北极南追到被打。哦，我想去支援 STI 啊。可是没办法，我拿 KV2 难。好吧，出来吧。KV2。哎呀。STI 应该会骂我们新手啊，因为真的我们没有上去支援他。
欸，对，他果然骂我新手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没有上去支援？好吗？我一个17棒炮去嘟可爱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费迪南，好棒棒。你看那个 STI 发火了，他开始全场叫怒了。他每命令完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，后面都要骂一个怒的。他发火了，因为没有人去支援他。这个太有梗。靠！我的左炮在高举炮管的时候死掉，那个画面有点好笑哎。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能去支援你。多我一辆，你可以多存活个两分钟。代价是我可能伤害才打300就死了。我不付这个代价，你休想！阿峰，阿峰，消失的阿峰。阿峰在干嘛？我不要相信队友了。刚才板有一台14，你真的不能相信队友，因为你看连我都在卖队友，你凭什么相信他们？超北蓝的呢？连我都在卖啊，没办法，不卖不行啊。玩这个游戏不卖队友，你要怎么生存，对不对？当然要先把那些猴子新手推出去神针，不，神风啊！那神风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打黄爽了，对不对？阿峰，绝对不可以再死下一次。结果3发接场，结果刚才那场也是被 KV2 解决掉。干，真的3发接场。但我还真不要讲话啊！就说嘛，你平常讲别人就算了，今天讲到自己遭报应了吧？等一下上八阶场，快立刻上八阶场，他就直接八阶场给你看，有没有这么水饺？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，嗯。还好大部分都打得穿。Let's go！ 一二炮的加持啊，我就不信你打不穿你了。话说那个 T34，这样我们要怎么？我去那里好了。T.S. 推我，我不想帮他了。什么？飞机那你推进到我前面200公尺处了，那么恐怖？是开玩笑的，再打一炮，再打一炮。飞机那装甲好像跟虎皮的装甲没什么差、哦。就是虎皮的装甲，可是他为什么飞机那感觉比较硬一点？斐迪南的战斗士的确又比较硬一点，可是，在九阶车眼里根本是块肉。我都是在打他，只要不打到炮盾，基本上爽穿，对不对？我们开175就直接瞄那战斗士。嘿嘿，靠，有这么一拼！我开175倒是不常遇到斐迪南。靠，被卡浪风上了迷彩，这伪装超好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有伪装黄。马克杯去帮，去帮救。马克杯去帮他个助。我瞄得到，瞄得到。瞄不到，瞄得到，瞄不到。啊，没射中。OBG 啦，我听你们那边卡位还蛮悲剧的，是不是？阿峰遇到一台直直冲过去的泰克兔。那没办法了，你们是六阶嘛？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怪队长那边乌鸦嘴。我三炮就被解决，我打还一炮而已。
他瞄我了，他瞄我了，我过去了。不会吧？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我的卡拉风神装甲？那个什么152啊，什么六打我们是中坦，我开1244啊，那个装甲也会神坦。他把我的四级当掩护，没拼。他来射我。哎、欸，他转过去了。他打狙击，那你去打他。卖你呀、啊！没错。嗨，抬个头。啊，他在你后。嗨。哦。靠！我悲剧了。我一炮高射炮，啊、一炮挖地瓜，再一炮高射炮，再一炮挖地瓜。哪有人这么悲剧的、啊？有啊，就是我。靠！干嘛？你们那个马飞那里要帮忙的。哦。马飞那里要帮忙。吃屎了！我被他 T3 是从屁股打。卡纳风影帝真的很棒，他的那个，我靠，躲草丛有哇靠，套中他的250公头抛物线飞走啊！啊，最好了，我的头被128炮爽穿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阿克，怎么了？你问我怎么了？我们的那一线崩掉了呢，对啊，难法太可吐。有点悲惨，我在没有抽双虎王的屁股，不是奶油师的屁股，真的好快啊这台。你说 KV1 也是哦？对啊，40公里的速度跑回去，啊快啊，比 KV1 还要快。K1 没有啊 ，KV1 那才20几而已。KV1 那个谈得上速度吗？他们在骂对面的奶油师啊，说那个烂玩家那个花钱买金币车。有很多嘞，看他怎么可能看到我？吃屎啊！嘿，有没有啊？卡纳风正面神弹弹呢？哎、欸、，IH6 死了，这样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你旁边那台驱逐开炮真的好可怕。哎、欸，这有是开万年石远距离开那个根本什么弧度啊！我操，远、那個、距离啊！万年石远距离开下去根本神什么？什么神弧度啊！哇靠，这个弧度啊，有自走炮的 feel 哎、欸！靠！啊！神弧度啊！我的 fuck！ 我卡纳风筝被 IS152抽中下体，这个运气有够。说真的，我喜欢 KV1 的86炮。只剩。大鸟，哎、欸，大鸟只剩一个，是啊，挂了，破了大鸟，我要练到顶炮，好像45万斤，哎、欸，有个中弹来了，1:14，没有，到行营馆要45万，你这里没有那个，大哥，只有那台坦克 2死掉了。神奇的卡纳风。哇！全被电，只有那台坦克死掉而已。我砸的。看他们在雷什么的。那我们的泰格兔零伤害。啊？什么零伤？我们的泰格兔。超卖啊？什么？对啊。我还有101张哦。这是什么？放麦。Pumping egg。哦，我看到一个。看到什么？中国人开的装甲连。18岁不能进来。抢啊！他的标准18岁不能进来，哇操！什么狗？你最好是知道他们几岁。
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啊，他们很神啊，神奇啊、哦！神道会长没有讲电话出来，他要知道会长电话。进来了，进来。长十号呢？等到他们，等到他们知道会长是个猪。我觉得我要开重开战车。我的 MMX 是375上八阶场，这种爽快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这个是我刚刚在 FB 看到的。是你这人怪怪的，变啊什么？阿菊，原来，其实我也看到了。马克杯，我们以后远离他好了，换两杯他的你知道我刚点进去了。其实我根本没看。你还记得阿菊的房间吗？他什么？你看到我打的没错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。还好我哥没看，他跑去他房间看。完蛋了，那是乱改的。没有啊。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他定期更新吗？一定是阿峰。不是我。我的头被大鸟收走，他刚才还我。你一看记录，根本都没有收过。不管。哦，被爆料了。大鸟出卖我。我没有收你头。靠背哦。万年影帝运这么好，在我旁边森林里我看不见他。副会长。副会长骂谁骂脏话？他骂是我骂多次啊！我有骂脏话吗？有啊，真假？他已经骂过很多次了。我好像毫不那个无感的说出来。马克，你在哪里？因为我刚我在中央，我在城中央。因为我现在太快乐了，不小心相信了队友，相信他们会帮我开光，结果就随意。哎，你好，你打鸟？我打不穿来的。IS 吧 QAQ 念起来很奇怪、哦、想一个新的 ID 吧。你说什么？我的 ID 不是楼上那个刚刚来的，就是那个昨天加 RC 那个新兵。谁啊？哦，打不穿的 IS。 我完蛋了，我完蛋了，我完蛋了。当然也不能太后退，我也需要掩蔽的。我身上一台 IS， 你死掉就是我的眼壁嘞。然后还一台秋瓷。什么可啊？是。靠，这边被打哦。那边山上的啦。我打不穿 IS 啦，我被他打死了。我们要跑了，我们是那一台废物队友了。我们要以最大的时间跑掉。要跑最短的时间。那还是。什么？那还烂车啊！脆皮装甲被虐算了，还用的白板炮台。看他们去打，他们打的。他们用那个白板炮来坑队友，去死一死算了吧。靠呗，这样我真的要回去救家。我被杀了。没看到了。靠背！不是，我们一开始不该走那，对不起，我又骂了一句，因为我真的生气了。我以急速回去救家，把敌人的炮车交给了我的队友，结果队友就放着我被敌人的炮车打死。哇操！神人，那个噔噔噔是谁的？什么噔噔噔？快乐向前冲！他妈的就悲剧啊！我真的生气了啦！好不容易上八阶场，怎么给我这样子？哦，我260击伤害排名第五哎，是神队友啊 ！Fuck， 这神队友会不会有点太逊啦？
连一辆炮车都干不掉。啊？哎、欸，我打阿谭蛋啦！打什么？是仗啊、喔！打什么？我打阿谭蛋了哦、喔。哪一台？DK36啦，耍什么智障？我要去洗澡了，拜拜。谁？阿菊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他要去洗澡。要双开战车哦！你什么？对，我忘了，我是清坦，好像我要去开一个光。而城市图需要我开光吗？说真的，我有点怀疑。我看我连 RC 也双开了。才打两分钟，我们这一条线就快要崩溃了，是哪种？什么？我 T69侧面抽不穿，有点扯。哦。我的顶工具箱怎么那么多、啊？工具箱，好吧，大型急救包啊，大型急救包。啊屁啦！那个地狱猫，那个地狱猫是哪招这样子？怎么了？我都还没看见他，他就看得见我，这还不是重点。他瞄得这么快，我架炮架好在那边。好、哎、呗、这地狱猫真的太神了，我有挂伪装网的呢。他是移动状态跑出来，我看不见他。我要地狱猫伪装全开的，我的地狱猫伪装全开，我去他们满场跑了，也要很久才会发现我。我的地狱猫可视范围是74呢，根本就不用跑啊！哪招啦？我生气了，你知道刚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怎么了？我刚在倒车，想说要逃离敌人，结果突然网路出问题，我瞬间移动到敌人前面。好，好，有这么衰的？我在倒车就瞬间移动到敌人前面，真的。那个我要开炮，然后结果是瞬间中断。我连我那边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。我原本离 IS 大概有70公尺，然后还在倒车，然后我就隔着一面墙。我也中断了。好好好，我中断了。这个网络是怎么回事？有其他人耍我是不是？我跟你拼了！有其他人也中断吗？我也断了。所以，进不进去？连不进去？他说：“抱歉 ，WT 忙碌中，在等待排队。”好，还有这样，哎、欸，我进去了，我还在连线中，我都直接无法连线到改伺服器，能改伺服器吗？还有这样的。后来想怎样？烂呢、欸，烂呢、欸、啊！今天他今天狂断呢、欸，这第二次哎、欸。干，那他今天到底改了什么东西，发生这种事？
无法连线到伺服器。因为雅夫的人瞬间变得好少。无法连线 ，fuck you！ 我已经连上去了。我按了好几次，但是连不上。烂逼东西。应该是所有人同一时间断线，结果大家都同一时间要再登回去，然后那时候就要看运气。对啊。我换账号登好了。你还有另外一个账号？对啊。我和他都有3只以上的账号，大脸没有3只。4只。好呗，我就有3只哎。其实我原本也有4只，只是有一只账号的上面有丢失了，所以名义上可能有说有3只。那我连不上啊。你加油。再换一个账号。你没有连上还没问题。因为我们现在是以拼500多正在回缩当中。我按了好几次，他才跟我说在排队。靠我的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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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呗！现在开始在排队。看我换账号就登了进去的，而且还是那个最新的账号。结果你知道吗？这一场刚开场，大家都无法离开基地，因为每个人都在回溯。那就先进去的人先爽了。不是，大家都进去了，可是大家坦克都往前开100公尺，又瞬间退后100公尺，也动不了。哦，终于进来了，我终于进来了。刚好也进账号。哦，恢复了，恢复了，吓死人！我的妈！他现在是怎样？有够悲惨的。我地图还破图欸，我的妈！破图？马路裂开来啊！我还没有遇到过破图欸。我是有遇到过地图变黑的。那个裂缝很小，可是真的裂开来了，然后我还看到底下的月亮，靠呀！底下怎样？月亮啊！哎，对，有没有地图底下是月亮？我之前那个也是月亮，我直接穿过地图了，那个也是月亮。然后我摔死，不是吗？没有，就是先撞到地上摔死了，然后他撞下去还继续坠落，然后我就穿过那个地面。我开 ELC， 然后这样跳桥，然后撞到地上，然后爆掉以后翻过去，然后掉到另外一个世界。哦、看到你了，另一个世界。算了，我发现50120的研发经验跟110的研发经验差不多，而且50120的研发经验还比较多。你怎么突然喜欢？抽不穿，喜欢抽不穿995侧面。因为刚才那场玩得太白目。995侧面好像抽不大穿哦，还蛮硬的。要看。穿透够高，可以直接那个。我、哦、穿透，我是 MBS 3的可爱75号。真的呢？我虽然想要去前面蹲，不过后来想想，比较好，我去那边好了。走开了。会长，这个色狼，给我走开！没有，还第一猫推我，那废物。第一猫就是要涂装，然后伪装完，这样迟早见光死。你有涂装？哎呦，这看起来像没有吗？因为我在你背后，我看不到，就是一个黑影。靠背哦，连续两炮，那个炮管和那个炮弹和我的炮管成那个45度角的角度飞出去。
有听懂吗？我刚才很专心看着前方的夜游戏。赶快十二级帮我扛一炮，扛一炮我们家安全。很专心的看着弹药，弹药失踪。哎呦，很黑哦。你。我没弹，有点糗。你的下面有两颗啊，只够射两发、啊，问题。而且那个弹里面很多发、啊，而且穿身应该很不够吧？伤害不够啊，穿身也不行，一个也才一点点，我敢差一点。好，还好会移动。那台 Kate 完蛋了 ，Kate 完蛋嘞！推我的 Kate 迟早得死。北吧，你射我，你俩就死定。面包车有什么好摇摆的？我只是在让我。为什么？他们明明就没有主牌，每一个都瞄准好我要出来的点。都不去瞄我队友要出来的点是哪招，那你就挂了。他不去瞄他那个50公尺前，我的队友瞄他身后300公尺后。对，我的屁股被打了一下。好像是 T1， 好像是。对，我来看情况瞄，不一定会射这一击。哦，我再次飞机。我已经悲剧到有点像就玩不三不四了。哦，不三不四好玩呢、啊？好玩个毛啊！不三不四真的好玩，他狗战很爽啊。我就普通了。他几乎就是轻坦的灵活性的。哦，我被业务打了。完蛋了！每次走这里都一堆龟要爆的队友，状态不去撑一下。没人救我，你说我吗？没有啊，我说这条线。干，没打到。血量太少了，简单要慢。一二五 ，nice， 一二五一直打，哦哦，他挂了。7万3400血。哎、欸，我能瞄到，我瞄到了。哦。我被 PG 断了履带，然后就卡在那里，然后七万就开始。他是一直挑我前面。嗯，我来看一下我卡纳峰的胜率。哦，我卡纳峰的胜率从昨天的22%提升到今天的55%了。果然是土豪啊！怎样？为什么他在骂你？欸、你怎么知道我在说你？嘿嘿，骂你会说谁？要不我说宇轩啊，搞不好我说马克杯啊。P 宇轩不在，马克杯早死了。我去帮那台。跟他会长弟，哎、欸，他没有小五点的。搞不好我说帮那台哥。哎、欸，我才买一辆车哎、欸，你怎么可能会觉得？对不对？搞不好我说三猫啊，对不对？你绝对说会长啦、啊，这个又有 P 章又满科满股弟弟车。我会长，他就是就是。这好像是不是？我是看车买，好不好？不好看的车我也懒得买，好不好？好看的就全部买下来，吼，你跟小女生一样。真的好看，我怎么办？喜欢的亚洲就拿拿拿。啊，那条就长得好看呢，你怪我。有人玩战队在看。那个灯塔那一个青炭，你们去解决。我瞄。瞄不，哎、欸，瞄，那、这，我只能瞄到他，哎、欸，我说会长，帅啦，速度快，他可以上去，我等下爆掉了，打那500多的血量是谁啊？哪一台？哪有没有一炮是我打的，然后另外是一二四四打的，所以他的伤害是我按他的加起来，
是加虾哟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这边都没有。因为它连续，只要快一点的话，就是用加起来的。感觉有点可怕哎、欸。哦哦，我要抓自走，我要抓自走。帅，敌人都在中间，我要抓自走。啊驱逐，啊驱逐。抓自走啦！来上台。不瞒你说，我要下线了。再见。对呀、啊。为什么感觉多了？好像没看，很多没看过。我怎么都没看到自走？我要自走，自走，自走。你那个叫什么东西？会长，你们刚刚在谈论那个，昨天有一个新兵是那个萝莉万岁吗？QAQ 啊 ，QAQ 是哦，是哪位啊？原来如此。自走，哈，自走，好高的点啊！我看不到自走。有一个驱逐来跟你抢。应该不会躲在这啊？哦，躲在这哎、欸。可恶！被救死了，马克飞鸟可怜呐、啊！没事没事，萝莉没事。你看我零伤害。哎、欸，会长900多伤，然后我的经验还比他，我一炮200呢，我经验竟然还比他多。我是驱逐啊，经验比较少，驱逐的经验会少一点。嗯，要打很多伤害才会高。这是刚才那个惨痛地图呗、欸，又要玩刺刀。这地图刺刀有点难，城市地图比较好刺刀，但是没有刺好也会被杀掉。城市你怎么刺？绕路刺啊。哦。平原刺的话太容易被发现。向前刺啊。我觉得我们卡的妹子没准备杀。我还有这样冲过去，然后直接从铁轨上面飞过去。哇靠！我要站铁轨，你直接给我飞过去。嗯，跟我走啊！你会很无聊。不会，我一直干你。你直接看到我一个一个的解决敌，结果你只能眨眼。你可以开火炮模式。然后一直把你往前推，一直推你，一直推你。我会中。哎，你血量270而已，所以随便打伤害率就很高了。对，我随便大概如果 OK 的话，打一炮你大概会死。我打一炮你也会死啊？要不要？你可以去撞他。对啊，我可以撞他。你知道撞我代表什么吗？刺刀时间。你才会后悔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刺刀很痛的，被打一下你就想哭了。我前面有中弹喽！我靠，大家都打他、欸，因为他最好打。砰砰砰砰！
有点伤害给我吗？不要这样，有点伤害。哈哈，这是我的，哈哈哈哈，我打掉那台 KV1， 我在打了，不要跟我抢哦。不，啊！干你！不要跟我抢！我都傻了。我都傻了，装弹要十几秒呢。我装弹要十几秒。中间，我装弹十六秒。二十几秒哎。干掉。加加加加，中间啊，没有人要打中间。我血不够了，我死掉了啦，五十六滴耶！你们几个都好不准哦，真的。那个动弹剩下一点点血的，你们打不准就换我打。我那时候还在等中弹呢、啊，我射了他一发之后就在那边等了。说其他，可是你旁边那几个都打不准。结果我在等的时候被 KV1 射，被巴夫呛了。哈哈，我喜欢抢别人东西，因为你们打不准就换成我的。这么近距离还打不准。哎、欸，大鸟，你有开炮吗？哎呀，干嘛动啊？这太废了！我们终于干，没有打到。可不可以请你不要骂脏话？那你鬼啊？就是那个李小龙啊。哦。他声音很好认，不会骂你都没有跟都没有跟他讲。而且，他每次讲话几乎都在呛人，真的。会长，我想讲一句话、欸，你真的是土豪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因为每看到你开出来的车都是有涂装的。这台车上涂装很正常，自走炮哎、欸，不上。你这样还是开炮，很容易被罚。我自走炮从来不上的。是吗？自走炮要上。我唯一有上只有125。小侠自走炮要上，巨子也没上，买的时候一起买的。自走炮要上，好不好？因为自走炮隐蔽性也上，他开炮那个隐蔽性很差，没有他开炮以后隐蔽性会掉超多。对、啊，那我问你，你轻弹有没有上？我轻弹也会上啊，对。因为那个要定帧啊。就说吧，轻弹要定帧，你不上。轻弹要提升隐蔽性，那被发现是直接死的。我被自走秒掉了。那你中弹有没有上？中弹不会啊。你终于有一个没上。哎、欸，那个山丘那边快崩了。不是快崩，是早就崩了。啊，对，直接来中弹。不准了，烂东西。自从我跟你死后就开始崩了。没有看其他那几个。准度也没说多准，要走了，你要刺的、哦，要跑了啦！不是说这地图难刺吗？那你干嘛？你就刺一下吧。这太难刺了，这太大了，要站在那种地方。然后自走炮又来瞄我，我要怎么吃？他们都可以一炮把你瞄掉那种。因为你血量太少，而且这台车好可爱，很帅、欸。那个后面多两根蟑螂，不行啊，没有用啊，我们要输了。会长，他过去会死掉。你倒退的话，很像蟑螂。很像蟑螂，因为你看到后面有两根呢、啊。哦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正面看的话就，就他会被自走打死，会长。会长会被自走打死。上面呢、啊？看到没了？然后已经坏掉了。哇！
然后前面机主要打你了。这一点都不好笑，我的回转变好慢，我刚才转过去是在引诱他过来，被打了，没他没炸，他看不到了，只不过他应该还在射同样的地点。Get going！ 我如果就这样死了，我自己也是没差了。对啊。你这样迟早会被占基地啊！我宁愿被占嘞，但是不可能有人来的。你觉得他发现你了吗？发现了，不然智者话不会打。靠！你没有打中哦。嗯，我觉得他会被智者打死。嘿，驱逐嘿，驱逐嘿，没差啦，我已经没了啦，装弹中欸，哎、欸，刚才没撞到了，撞到了，撞到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哈哈，怎么这么烂的一个人，还用撞来撞死的？他没有撞到，用撞来撞死人，真好笑。我拿到徽章欸。哎、欸，我比你们高哎、欸！一定的啊，活那么久。对啊，还刺刀一个，有没有看我刺刀的威力？有没有？我超爱刺刀的。我是可以跟你一起走啊！那应该比较那个吧？那应该是。宕机，那里面惯用语言，没有，因为他刚才副位不是有说，他有点爆屏，我要前进一点，这地图我可以走桥哎、欸，然后就几乎没有人看得到我，而且我可以射全场。如果中间没人的话，我会走那里。那时候我还在玩丘吉尔的时候，走这边，然后旁边队友死光，然后前面两台 KV1。那我帮你还原一下吧，别把你炸掉，然后你还一台丘吉尔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这代表电视，我要走了。欸、掩护我一下，我要冲上去那边。如果我冲上去的途中有人的话，欸、不要下去哦。我不会，不会。下去你会后悔。下去会死人惨。自走炮的意志。马克杯，嘿嘿嘿嘿嘿。这样我发现一件事、欸，哎。嘿嘿哈，马克杯，嘿嘿嘿。我炮比你强哦，哈，后面还有一个更强的哦 ，KB Two， 这里还没有，我是说这里 KB Two 那152呢，我155哎，所以那几个重塔我们要怎么打？那个。哎、欸、干，哎、欸、干，哎、欸、干，
我这，这是大小，这几大小 ，What the fuck？ 哎，这样我不敢走了呢 ，bug， 我本来要走那条车过去的，这不是开玩笑。好像所有重男都走到那边去了。希望啊、哦，我可以冲到他们家基地吗 ？M6，M6， 他在瞄我。我靠，我没穿。我靠，哎、欸，我们打得好快啊、哦！我们几乎要死完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路只能一个人走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我靠到旁边了，我靠到旁边了。不是吧，有人上来了。队长，队长，有人上来了。M 六。队长。啊？他爆了。啊？又被打了。KB two， KB， 不是不是，哦，哦，等我履带修好再过去。我被 US 八撞的右边履带。哦，退后，退后。我被从后面打哎、欸。我没有，我没有打。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后面。哎、欸，打后面那一台一下。我在。炮管在转的，好了。哎、欸，只剩我们两台哎、欸。靠呀，他们在后面，都在后面。都从后面来的、啊，变态，都从后面。看我上金蛋呐、啊！我没有上金蛋啊！我们没有上金蛋，没有上金蛋。就是一群变态，都从后面来。刚才 N 六上来，我就已经整个没差了，因为他侧面对着我就是悲剧，我第一名的，我第一名呢、欸，你打几个人啊？一个啊，一炮被我爆掉的那个 N 六，然后就一千多。对啊，因为一下800多、啊，然后有一个人上来，我再给他。欸、我应该要用金蛋的、啊，消失提醒我，提醒我近战要用金蛋。又是土豪啊！没有办法，近战金才用金蛋、啊，因为高爆没穿的话有点少，金蛋是穿过去直接满伤哎，啊没穿就弹弹，那、啊、就悲剧。我从来没有用金蛋过。自走炮金蛋必要的、啊，近战要用。我玩自走，我也没有用金蛋。我也没有。废话，你们不会用啊？我玩小侠自走，我也没有用过金弹。那个什么流炮或是那个手炮都要用那个金弹。走哪边？因为金弹有穿透，可以直接把你那个打出满伤。你不觉得你用122流炮打下去伤害都很少吗？走哪边？那你叫我买那个防哎、欸、是反吗？反坦克。反坦克，你不叫我买四五颗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那个阿峰要走哪？我不是土豪，没钱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你要赚钱啊，废话，你要看情况用啊。比如说一台重坦打横在你面前，这时候就上金弹打他的侧面就好了，必穿。可是土豪连正面都打、啊，我才不会用它。有啦，看情况。如果是用高爆弹，你能敲爆了，我就不会用。啊，如果是那个金弹可以敲穿它的正面，我就会把它。你怎么知道可不可以敲穿？经验啊，废话。哎、欸，那个用、啊、用高爆的时机是怎样？经验是射出来的。高爆。他露出来就是用啊，他露出来就给他射啊，高爆一定会有伤害。没有，我说就是122炮，就是你打不穿，一直打不穿，然后打下去没用的时候，你就只能无奈的上啊。
不过以一二那个穿透，不可能。会长的经验多多。你知道那个之前前几场地图的那时候，我打了台秋七一直打不穿。那就给他打吧。搞不好下去，我之后就被他打死了。秋七要打炮塔嘞。你不敢走，我走前面。我觉得我走前面，要的炮很烂，就我走。金银塔。没中。烤羊还在移动。一二炮本来就不适合打移动的。那近战的话，移动也可以。像一楼一二级直接冲过来，然后冲到我旁边，我把它做掉。可恶！哇！可恶！我没瞄到。哎呀，全瞄到最小，我就是。哎呀，被打了。好，过去。我不能过去，我在断履带。黑王子，来来，哈，爆啦！走，这种，这种。哦，看到了，七月就搞下来，压嘞，冲过去，三台自走。跑路的时间，冲啦！冲啦！这台自走怕什么？冲啦！丢丢丢！搞啥？呀嘞！我方被占基地啦！啊啊！那边没了，那边没了。我才是三个，那速度很快，一定是三个。啊！一定是三个人占基地啊！队长就不能狙一下吗？对啊，真是。盲狙也可以啊。嗯，为什么你走的线都比较好打？线一整个就好打，我零伤害，你必看要零伤害。你要去看我那条线吗？直接压过来。马克走我前面，然后就，然后他的炮又很强，就直接一炮就秒了。近战一定要用近战，不灭定律，我的穿透240几呢，不用。金蛋怎么行？这个地图很好逃跑哎、欸！你怎么都只想到逃跑，不想到进攻？我只好怕金屁呀、啊！通到前面吗？走一线啊！冲到前面拿吗？我可以试看看、啊。冲到前面拿刺刀，拿去蹦，一套都没事。他刺刀一下会很痛呢、欸。只是你还要等装弹。刺装金弹装下去刺刀可以扣到900多。Let's go。妈的，继续扣多少？那个日语我只看得懂天装。好。然后就知道一，他在填装他弹药，准备下一次射。然后你要跟他说不要太稳，会一枪出人命。马克被冲好快。因为我买了引擎。因为你偷生了一句，那我帮你把它打坏啊，要不要？你要的话说一声哦，我在瞄你。
你要我打坏你的引擎就说一声。你说谁？不是我们在移动。你啊？你很难。我？可以啊，你们直线的往前射就好了。我卡住了。而且我自导炮的技术不错，你要试试看看吗？打到你屁屁应该会直接穿两个爆掉。这边过不去了，卡住了。我想推你一把。哎，这样一网打尽两个人起。你要推我？好啊。能吗？哦，过了耶。然后那个就悲剧有没有？你一过去，你就会被发现。干嘛执着？从另外一边不行吗？就去搞起来，耶嘞！哎，你看后面的五 G 在想说你们在干嘛？怎么卡在那边了？不要推速，我就跟你说不要推速。啊，谁推速的、啊？那个青檀是不是？二头。哎、欸，那青檀的，我推到速了。没关系。我那个青檀的账号叫五国。要驱逐啊！要驱逐呢。瞄不到。好呀，突然停下来，好难打啊！哦，这边打好爽，天哪！好呀！同性恋是一种网络吗？我一直被打，不错啊，嗯，继续。有待加强。机关炮。说真的，真的不要跟我玩死亡回去，你会吃亏。因为那个你只要定在一个原地，你就被打了。一二五。哦，帅！我要去找你们嘞。我的伤害少一点，我的炮太烂了，我的炮是完的，所以根本打不起。是到时间，干。不能开后面，我会死。我想要不要冲出去、欸？我是建议不要。刺刀没刺到，害我冒冷汗。一般来讲应该会刺到啊，他炮弹飞到哪里去？我这边有点累格耶，天哪！真的，我也是耶。我刚才刺刀没刺到啦，我那个了，我没刺到，我那个了，我没刺到。我贪，我也那个哎、欸，我靠！我要往前面停一下，恐怖我直接爆冲！那往前停一下，往前停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看你，哇啦，一直那个怎样啦？那个怎么玩啦？你要真的？看他我要冲出去了。建议不要，你前面有个 KV One。KV One 算什么？因为他打我啊，当然算。KV1 算屁啊！他秒我。哎、欸，他秒你耶，我可以爽掉。干你娘！你打我！嘣！对，被打死的。会长又是你。我早自走了。干我屁事啊！自走。就你把我猎物抢走。自走。干我屁事啊！
你说 KV1 吗 ？KV1 是我打的。干，有两台要冲过来撞我啦！我在赶路啦。妈，现在怎样啊？一直累个。对，累个啊，不知道怎么赶路啊。拼快500了。一直累个，叫什么赶路？自走自走，我要自走，自走自走。你怎么被打了？自走啊！在后面，前面应该也有，自走超级多的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边应该还有。哎呀，一人一台啦！哎呀，这台我的，我都没伤害。Hello，OK， 哦，干那个害我没射到，真是。马克杯是这一台吗？好，你要打我？对啊，我要找掩体，我找掩体。没有要，没有要，我的角度你找不到。哎、欸，刚刚好你在那里。没有打到。你好。啊！哦！没死。为什么我马克为什么没死了？我被他打死，被他打死。被谁打死？我射他一炮，他剩2%血，然后我被他打死。欸、我刚才超惊险的，好不好？前面一台 KV1 在打我，然后还有一台 VK 下来要打我，然后一台 SUE 五二在我旁边跟我打。好。哦，下地了，那个刀被打他。啊，我下线了，拜拜。拜拜拜。